陷入逆境，我该如何重生？家里面就是家境很穷，所以就忍痛把那个戏班卖掉。因为家里经济不许可，放弃去进修的机会。不愿意让爸爸妈妈这样子让人家看不起。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这辈子我一定要逆转胜。陆陆续续我得到了四面金牌，一面银牌，一面铜牌，要一面特别奖。周一到周四晚上九点钟，爸妈九。